谢谢纯情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兄弟们。谢谢于小 C 就是 C，我们还差400，能完成一星福星挑战任务，完成个一星吧。也马上2点钟了，兄弟们，2点钟我得撤了，2点钟我得去打疫苗去了。圈瓜，宝塔下 Q，炸！舍弃掉这身臭皮囊，来点 Q，炸！急了，点。点点点，扣炸点点，滋啦呀！跑的有点快呀，这啊，这灵光披风确实有点难办，不好杀呀。还有10秒钟开奖了啊！来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兄弟们！谢谢亲叔叔，谢谢亲叔叔给我们过一星任务。回家了，来一个小皮孩，刚才应该找点闪，我滋拉以后闪现一个平 A，正好他闪没用，应该，闪慢了，留个闪也行吧。留个伞吓唬个手，爱好我的设计之下，给中单点个信号啊！我不知道这人上哪去了，不见了。万一去中死了，这就得点我们了。先控他一手线，给他定住。滋拉 Q， 炸！跑挺快呀、啊，点 Q 炸！塔下收兵。我的炮车，这些兵啊，估计收不了几个。电焊工收兵费劲，点。
喽。哎呦我的天，亮 Q 炸点，出咋事了？脑淤血了。形态决定功能。好了，回家了。七加六百五，1350，哎，正好无敌了，前期就无敌了呀。再杀他一次，我们就能跑得快了。跑得快就开始折磨他，折磨他。这把挺好啊，这把没打死。滋了 ，Q， 炸定点，滋了 ，Q 炸。我们这兵线最好还是往出推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滋啦！点，空炸定，点，闪现，就你会闪现。滋啦！我操！我380，他370，这波能减速到我？哎呀，我服了！这不科学呀！我是第一个现身，无敌陨落了。完了，让他拿了个人头，让他缓了一波。哎，这不不好杀了吗？主要是我被小兵卡位了，我刚才。放好眼儿啊！这波福爷哥千万别赶克我们，别人这倒无所谓，千万不能让福爷哥赶克到我们。好了，这回算是彻底的无敌了。滋了，轰炸，点，点，轰炸，滋了，啊定，轰炸，滋了。炸给大滋了，真他妈能跑，我操了，跑的是真快。你有闪现呢还是咋回事啊？那螳螂八级，摧毁，然后改进。上啊！哎呦，我好大！
发点好闪现。炸点，没蓝了呀，不行回家吧。哎，再耗下去也没啥意义，回了，一会儿上线来干呢。你要来呀？我那可有炮车啊！这波你要不把他杀了，你可对不起我，知道吧？这波你要不把他杀了，你可对不起我。我们闪现比他闪的快。直接拆了吧，你别给我剩这么多啊，剩这么多的峡谷先锋创死耗不坏，维克托就是拆塔太慢。定滋啦点给大叔炸点点，学个打吧呢。哎，你们说这波洛克丧尸之手有闪现，我没有闪，是不是不太好杀他呀？他疾跑，我疾跑，滋啦 Q 炸定。炸，那他死了。点 ，Q， 炸，点，来，跑，滋喽，完了，没蓝了，哎，有点烦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去吃口屎。嗯，算了，打了个五五开，打了他个闪现也行吧，回家吧。没蓝了，没蓝不能用 E， 用了 E 吧，这没蓝了。我就说带法力流息袋，偏得不让我带。我就说带法力流息袋，带法力流息袋，我上去拿个蓝 buff。走都不用走，下次注意吧。这人搁这干啥呢？这不还是我的吗？下来把他拦打了。扣法兹拉丁点干啥呢？卖单呢？投降了。哎呀，行。